他们是生命共同体。谁冒谁谁？到底六六没有？不是这一个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你每颗细胞我都分了一半。对，却渴望独一无二的做自己。直接告诉他你是双胞胎就好了嘛。万一他喜欢的是你，我怎么办？勇夺台北电影奖多项大奖。我们明明就是两个人，为什么要被看成一个？我想，我跟他不一样。保命恰恰，未来电影台带您找回自我。